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Time to chase a boat.哎呀！Row, goddamn you! Dancing away! Why? 应该不会开始追我哎！拜托别掉进水里！还是变到七十几啦、船怎么那么快啊？好、缩短了，缩短了。追他！Heave to, tie off the bowline. Captain. Any problems? Any problems? No, madam. You have your orders? Here, madam.Good. And I'm instructed to tell you to make certain one of the bags leaks. Yes, madam. Get to work!就是你，玛丽莱威斯克。玛丽莱威斯克是出生于，出生自贵族的女儿。要追溯至13世纪。到法国大革命时，莱威斯克家族在艰难时期已经没落。为了维系家族财政，玛丽嫁给了汤马斯·罗比特，是新兴贵族的后裔，也很兴旺。于1771年，玛丽的父亲坚持新郎得从女方的姓氏，罗比特家族为求合法性而同意了。玛丽据大家所说极具聪明又非常睿智，不到几年之后重振了莱威斯克家族。莱威斯克家族是非常忠诚的圣殿骑士守旧派，可追溯至最早创立时期。有点压抑看到他出现在新派的圣殿骑士团。对啊，我是他是新派嘛，守旧派是爱丽丝。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巧妙地在两边扮演双面角色。大部分时间，他维持一贯的挥霍生活方式来闪避激进派的怒火。但另外一方面，他却花了大部分的钱，尽他所能去买粮食，给那些穷苦人。跟需要的人，同时他也慷慨地帮助巴黎监狱的重建，感觉人还不错啊！啊哈哈哈哈！他说因为圣殿骑士写的，所以把他写得很好，是不是？别触碰任何警报。触发任何警报对我来说超困难嘞！
哇，他出范围了。是偷杀这个人吗？这样也行。狂暴吧你。用狂暴杀爆他们。我已经用了。哦，狂暴了还可以开枪。这他好像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I know you have her hidden from me. You think I can't find out? 他死了。狙击手不会开枪吗？不行，看起来这样没有办法射击。这样总可以了嘛？射程外。好。还好我及时下移有打算。这边感觉就不是侵入的好路径，换另外一边。打得中了吗？欸，我还可以射击警钟是不是？这是干嘛的？不行，打不中。通道我可以干什么？有一个人，看起来是机会。早早怀疑了，但是没事。哦，他来了。Wait a minute! You can't hold him! 欸，被发现可以哦，只要不被敲响警钟就没有关系，是这样吗？22K好看，我还在载啊，还没有载完。如果只要不触碰警钟的话，其实难度就小很多。哎，这样不就没了？啊！
躲躲躲躲，躲得好！自己讲。哎，这么难打。戳死你！改什么？没有改什么啊。没有办法防御他的重攻击，错。Yes， 完成。如果早知道是可以被发现，但不要敲警钟的话，我就直奔警钟就好啦。暴徒就是一下当个暴徒。Palais Luxembourg. What are you up to there?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见，拜拜。哎，有窃贼，别跑！等下是短缺暴动，明天再看。别跑！别跑！好啦，拜拜。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那个枪的长度怎么收起来的时候比拿出来的时候短？这是我的错觉吗？就算换角度看也是一样，拿出来的时候就是比较长。好了，不管了。接下来在这边囤积狙击者，就是昨天的囤谷物的那个。然后我又要去杀了他了，再一次不用回去报告。但是在这么做之前呢？我们从出发点前往任务点，中间有新的地图，我们可以开新图了。首先就是这一区吧，收集品就不收了，直接找任务。
跳不到，可以。进到这里也是可以上去的，三星宝箱我已经看它好几遍了。顺手偷收机器。刺杀我的目标，偏激分子。There now, I want to talk to you. Whose side are you on then? Who are you fighting for? Oh, I can answer a royalist. You got this covered then. 完成，这个大概是做一半。哎，怎么会跳进来？罪犯跑掉了。哦，可恶！别跑！喂！为什么他卡住？哎，别跑！好多人没有办法射击，他射得好无辜。好，哎，还是没有射中，不过也没有射到无辜啊，还好。哦，五颗星的双鱼座。这里。这里有个宝箱哎，来去看看几颗星。Hey, you want some fun? Hold there.感觉没有地面处决打倒没有什么用，应该要快点学地面处决。那里有两个罪犯，罪犯不见了，妈开个宝箱就不见了。帽徽。诶？在哪？
哪！哦，空中啊！这怎么拿？感觉我这里就跳不到啊！再上去一点吗？不行哎、欸，这边呢？啊，应该是这个，这边有一根。这边再顺手一下。太早按了，两千哎，还挺多的。哎，是在屋子里吗？似乎是在屋子里。那入口嘞？哟，人又不能把人打倒，又不能往地上戳死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突然坐在这，哪里啊？没看到啊？楼下。又是一个没有楼梯的房子啊！原来建在墙上，不在房子里面。第一个谜题，我坐在圣吉纳维夫的山丘上，有着一张罗马式的脸孔，神仙鱼向着我北边的山峰悄悄前进。我所经过的地方好像没有山的耶。有山？哪里有山呢？这是一个城市，怎么会有山？怎么会有山呢？圣吉纳维夫，圣吉纳维夫，还是说是在这里的某处？没有啊，这区没有资料库。偷看咯。
他万圣殿的比耶夫，比耶夫雷的万圣殿，这里，而且在万圣殿里面，我们没有万圣殿的资料，当然没有，走，去找，他们做的标记了。 再冲一次。 三星宝箱没啥用，万神殿是五星区域哦，恐怖！顺手杀红兵，避免被追。 有一大群红兵哎，看守着一个宝箱，哇，应该是三星宝箱吧，毕竟这五星区域。嘿，有了，有万神殿了。1744年，路易十五发誓，如果他的天花能痊愈，他将建立新的教堂，以取代圣女日南斐法的破败修道院。后来他康复了。 万神殿也于1850年开始兴建，并于1880年完成，建筑有60公尺高，耸立在巴黎左岸的塞纳河畔。虽然起初是当作教堂，但经过多年来的，但多年来几经转手后，已改变了形态。在1791年4月，米拉坡的遗体被安置于此。 米拉坡，居然是在这，从此转向成为一种世俗化的陵墓。后来，他与国王秘书信被揭发后，米拉坡的遗体被挪了出去。信不是被我偷走了吗？怎么还会被揭发？我这样是不是会自己捏到自己后面的剧情啊？ 我敢打赌，他一定会脸色铁青。事实上，他至今仍有个坟墓，他很可能会羞愧地把它转过去，不让人看到。今天万神殿中有着法国最伟大英雄的尸体，包括伏尔泰、居里夫人、雨果等人。妙拿破仑哦。 神殿看起来是蓝冰区域，不用看起来，它原本就是蓝色的。既然来了，我们就来俯瞰一下。哎，它玻璃是有点透明的呀，虽然很脏。嗯？上不去。 耶！ 这,
周围的柱子感觉就都不能爬。一大早就来爬万神殿的，然后应该是早上吧，感觉太阳偏东边。不科学，爬不上去。诶，说不定是这样哦。哈，聪明的我。万神殿的资料也没有看到它跟山丘什么的有关系。说不定可以找得到。看起来是没有，那我得找个地方下去。喂，哦，好近耶，超惊险的感觉。究竟双鱼座的标志在哪里嘞？找到了一个帽回，还没吃到。到底在哪里啊？该不会在里面吧？哎，刚刚想要爬到那个上面，一直不给我爬，现在一直爬上去，这里怎么那么难搞？有了，不行，对吧？符号没有错吧？所以这不是这个的咯。What's going on? Where is Monsieur Lafrenière?